官方的想法 VS 你的行为，官方眼中的雪屋。苦力怕的真正作用。打折的奸商、啊、What? 停！相信各位小伙伴也发现了，没错，在 1.19 新版本中，村民不但有几率不识别工作方块，还有几率无法被僵尸感染。所以雪屋下面的两个村民不是住在一起有了感情，而是因为游戏的 bug。 什么？你说这游戏只有特性？好吧，你说的对。不过恐怕官方也没想到我们会制造村民打折机这样的玩意吧，丧心病狂啊！你在游戏中制作过折磨村民的机器吗？赶紧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